我感觉很奇哦，可以讲，这几期拢厉害，较早根本无人气，放松，因为在两个国家，我讲了，其中爱当当，哪些咧去啊？伊迄边，那连小河迄边，拢行过一条路。冬天的话，就会到湖南去啊，啊叫小桥。细个吼，我是一个，今日要讲的吼是台湾史，台湾史解码吼，解码你知影咧意思吼 ？Decoding， 那是那有 decoding 就有 code 就是一个码，码是什么？锁起来，也可以这样讲，码是什么？叫 code 就是它本来是一个讯息嘛，哦，经过一个开关。它为了要传输，它需要一些电脑的讯号，它换成一个讯号，然后再把那个讯号传到很远的地方，就是让它解开来，就是可以读的东西。那这个不光在电学里面，还有在语言上面也是。阿拉贡解码器，我来贡，那一天到晚骑熊连用的解码器一样不一样？日文换英文，还是讲英文换用我们骑熊的解码器，对不对？字典。没有看到我翻译，没有那个啊，没有什么翻译文件，字典嘛，啊就是一个鬼嘛，还是摩斯密码器啊，啪弄个安尼嘛，啊你到去摩斯密码的书上去查，这几点代表啥？短长短短代表什么？表翻译出来的比如说可以解那个文章嘛，无你讲讲安尼，无人看嘛，无人看。还是讲一个人跟你讲话，你听无一句准，然后还有一个翻译，翻译来听，啊，就是编码跟解码过程，对，其实无甲款不相通的物件，透过一个中间翻译，就是在翻开的翻过来，哦，我们好像，我其实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是艺术家，画画 ，artist， 回头的啦。啊，我看到考学术，我连过来台湾的那个留学的时候，当完兵做完事，然后大学毕业要出国了，啊，去谈艺术，啊，你怎样？美术系好像其中有一堂课里讲的，人体素描，人体素描像，人徛在后面位，还是三百张的，脱光光对吧？三百张在红的红啊，超一位，啊。因为较早咱出国留学一定啊，吼，应该都有影响，拢是理工科较侪啦。哦，你也是在理工科较侪，啊，国家的进程迄是物理化学系的这基础科学比较重要，还是讲理工科。啊，理工科几个，啊，可能我一个读艺术啊，啊，就迄理工科的迄同学来招来啊，讲，诶，听讲你读艺术系的，我是啊，啊，有啥物指导？我听讲你有迄个艺术难科。公司啊，还是打击什么？我讲这跟你什么关系？我反正我还是跟他讲，我还是跟他讲，诶，微带伤，你帮我弄掉没事，不要搞掉。哦，在，他都到了。我想讲，诶，啊，就当天礼拜三我去上课的时候，他问教室是什么情况，他模特拢起来，拢坐起来就问嘛。啊，我起来问吼。他习惯的位置都是面对正面对门口，模特在中间门口回家。啊，我老师他摄影啊，那外国老师哦，弄一个报纸是一个报大一个玻璃上面嘛，大大。啊，行来讲拍摄嘛，你放曝光啊，学生来行来行，行看来看去好。所以虽然说外国人在开放，我不在乎，但行来看好，所以嘛是大。啊，开始画啊，啊画差不多十分钟的时候，哎、欸。我把酒就来了，我看上面，哎，那窗户那边啊，吼，抓掉 Henry 啊，哎，起来，阿妈想都看，给我话，不可能就忘记啦，挂 Henry， 那个快点，我还记得，那里是我跟同学啊，都是台湾人在这个来，几个人 Henry 呢，我看看，我阿妈想都看，阿奶奶看见鬼，你个，原来为什么？
拍死啊，好呀！我老板看一刚的模特，100公斤、200公分的每一次足球员，扎波哎，强壮威武，有一股个肌肉男，下面看肌肉男，扎波去看还要创啥？啊，紧个看着，还佫自卑了，看哇！而且很奇怪，我敢说吼，这点人吼，行到我的看迄个公迄个学校迄个美术系的路上，一定人一交头接耳，看看就欢喜，哇，等你好看，我讲对吧？都很兴奋，带着很高的期待。结果我想讲到遐，开一开关就惊一下，回来都喘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就不是期待嘛。所以一开始期待台湾人嘛，啥物啊？过去每一届去选举嘛，期待都就大了。希望这个选票会当配台湾做什么代志，啊，生活有什么改变，对不？啊，结果期望很高，失望就很大。看到啊，都去跟着看别个，对不？上高位有人来，啊，哪样的？对，期望很高，失望大。啊，每一届都安尼，没有一次例外哦。啊，台湾人啊，继续去投，那奇怪嘞！你明明知道这堂课都是男的模特，你还去看吗？已经跟你讲出来就一定是男模特啊，你不会去看，我期待会有女模特，我可怜。果然，我不一定要请女模特啦，但是不一定是漂亮的啊。为什么？六七十岁的女士在那边，也有胖的、高的、瘦的、裸的，反正都是漂亮。啊，你们就已经预先会有期待，那传一下，我被控了，台湾人，啊，那种没称，底下那种幻想。啊，台湾人过真侪毛病，我即摆今日我无泡看，我尽量讲故事啦，吼，啊，一个是讲啊，台风天注意，吼，啊，进入状况。啊，台湾人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公私不分，什么是公的，什么是私的领域？比如说咱即摆来做决策的是公领域，还是你做的私领域？打手机也是私领域，但是你打手机有公有影响，影响到别人。有影响公平问题，所以你一本坐电车，咱大人嘛是讲，哦啊，讲出大声，别餐厅讲话重啊，你那走来走去啊，我落袂输你啦。但是我不公平，你顾虑到别人的感受。譬如讲，再举个例子，公园里遇到普通人，对不对？快讲错了，那是公园。啊，你太多普通人在放音乐，第一个你已经违反了。做全法，对吧？而且人家音乐虽然公话的就音跳舞在里面，啊，你就围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在走来走去，你为什么凭什么会做那个空地的围了？就是你在用。第二，第三是什么？你放音乐的话，人家不可以不听。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基本上抽烟不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抽烟？他抽烟说这是我的权利，是你的权利，可是你已经占用到公领域，这个空气是大家这几年死的，我们大家一直在享用这个空气。你不可以自己一个人，你那烟会扩散，你就迫使我不得不吸，你就侵犯到我的权利。好像大家不太知道这个意思，我知道啊，所以不能抽烟啊。你抽烟可以不到，不会影响到人家空气的区域你抽烟。比如说你另外一个房间，人家在公共空间，你出来就影响其他人，赶快开始嗅觉，还有听觉。听觉的距离强迫我要听嘛，比如说你做庙会啊，你说人家个鬼点，对不？人家去放敏感，强迫人家去办什么丧礼，都强迫可以表述你讨厌外听，讲你到底好，这不对的。你应该是自己安安静在自己家里办，哦，窗户关起来，不要去吵到别人。人家为什么要去陪你去办丧事？他就办鬼缸，哎，干不有有嘛？这样会搞清楚吗？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。采购哦，但国家里面很多的资源哦，比如砂石，砂石是便宜，你不好意思开采都没成本的哦，就好把货给他提一批来过来，讲我成本奈无，我搞用车载，我搞去人做错了，那石头的本身呢，也是属于全体的共有，对吧？但住在这个土地上来的砂石，凭什么你货给他提？他做给我运气水泥，那都含在其中一边含。照理说你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啊。大家平均分享，这用到国家资源，它可以彻查嘛？这奇怪的小兵啊，大爷们，不能就是你砍下来就是你的，那对吧？你现在知道了吗？所以公领域怎么去使用，私领域要分清楚。那你在街上
下一个停了，你看就知道。对啊，那是公领域啊，凭什么你可以随便路边停车？使用者要付费。比如说你路边摊摆在哪儿，都了你，那等于就改随便路边，你的成本呢？你的成本，你的土地成本，没有人在付。哦，有啊，我们付那个，不对啊，你付了什么？我付了黑道的那个保护费，还不算。哦，公司要分，那组这线小事情开始，包括外公之前原来这一批是怎么样？应该哦，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有带小孩子来，要坐到前面来，哎，那就不对嘛。你应该知道说，我这个孩子，你规定孩子不是孩子错哦，小孩子肯定那么差几次的呢。啊，你给我丢一个在公园才是不对的。我认为小孩子应该让他们外面去跑。啊，你父母亲把他带来的时候就是要考虑。那你好了，我不就应该出来，不要，对不对？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方面往后做，对不对？啊，要不然影响了。比如说你有教过带国文还是什么？拜年几百料，年纪过的官员。你准备搞一件很清楚的观念，不是人民公，我不要弄，我们来敢跳舞，还是来表达支持？哦，你要有公司清楚的概念，还可以选一道的，啊，你让他使用，要不要？啊，那土豆怎么办？难道不要吗？不会啊，政府要提供场地，比如说另外一个大的空间，给他们专门办，哪边是专门办活动？哎呀，啊，办上是另外一个区块分别出来，公园就是单单就是你一直不能够上那边跑，那边公园青光跳舞的，啊跳舞穿着漂亮就算了，他穿拖鞋啊，穿那个他加码什么内睡衣的，很难看啊，浪荡，他那边走来走去，那个演员也不认真跳，就是我们这个也有碍观瞻啊，某种程度哦，就是把他私人的最 relax 最轻松的情况显示给别人。看哦，你上街的话就是公领域哦，所以那些几分你发觉很多人女生去上班一定是化妆，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的，才去上班嘛。你北公猫完全不化妆，照样去上班嘛，人家看起来不舒服，对自己不礼貌，也不尊重别人，对吧？那出去有钱抓呢，来上一批几个子女，哦，我讲对你那种就难民大概偏呢，支那难民来搞，跟引进土龙搞。你看看他在里面学台湾，一样没战争嘛，没有那个资格去讲究到生活水准，没有资格讲到什么公司秘密，讲究的是耶，而且关键是金融变成大烂，变成我多讲究的 why， 那我这个代志，我讲究的是耶，什么代志？就慢慢去这样，天花板这顶楼先改加盖啊，加盖完了再装潢啊，再关我记录管，那第二站楼就 keep， 就是这样的，那人家来检举啊，我告，哎，不用。暖和暖和暖和谁是吧？我们店待会会到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就一边讲，大家慢慢通听啊。公有真好，我有一些概念 ，concepts。你台湾史解嘛，公有史就是，您大家都念过历史，对吧？可是都是谁教你的历史？支那的王政府一统历史的一个，对吧？啊，就这样，不光是改一改，就改给你改，改了不客气，啊，客气跟我们这些标准，客气的编的故事哦，就变成宣传品，或者你要维系它的执政的合法性，它就变成假故事来讲，台湾人是对不对？对不？所以台湾事务或者来对公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台湾人不对的都要，他只会给你很多细节在来讲，这叫科学证据。你启动力现在不够，挖到考古到什么东西，所以要有这些基本概念。我先跟你讲，在证据进入这样的基本量，分为 A 级、B 级、C 级、D 级的证据，入馆的也证据的说服力入馆，或者它的客观性入馆，照话都做 A 级的证据，基本上就要法院一起法官来判。然后进入 A 了，又要分辨，这是属于 A 级科学的，比如 DNA 检测啊，还是物理性质啊、时间啊，这些东西无法更改。我懂，一块正确资料会是 A 级证据。B 级的话，比如说你收集到一些证据，但是没有经过描述啊，或者 archive 啊，还是说啊 ，B 级证据还包括什么？像文献，不是文献，就是像合约，
合约哈，比如说旧金山条约，对吧？这条约来讲，为什么它比较接近一级？因为四十几个国家去签字。哦，你如果两兆双方去签字，它的证据的效应跟四十几个国家都有关。同样一份大学文的讲，哦，越多人的证人在，你要透过这么多人同意，不够简单的，还是说只有你我同意？所以通常两个人签合约，或搞或第三方盖章，对吧？就是人，那第三方不管谁见证人都只有钱呢。结婚就是做这件代志嘛，我们两个人结婚，啊，别再讲你私底下私交授受啊，啊，有天有一个人不认怎么办？所以要找证人嘛，啊，就跟你签合约就这样，见证就这样，人有罪我表示。啊、哦，我都定案不能否定。那稀奇证据的话，比较我们经常在看，比如说考古的结果啦、啊，哦，或者人类学在研究什么东西啦、啊，他们就推论，他们现在还怕是就是假设，然后去找证据去证明他的假设对不对？如果证明是错的，他就要修正他的模型，然后重新修改，然后再新的 data 再进来再做，这已经流程的过程。啊，或者 A 级证据来列，比如什么是 A 级的？就是基本的逻辑推理。我进来讲点进化论，现在讲进化论，你看咱进化论，我哪是去搞啥东西？对吧？进化论大家理解，不是进化论哦，它有分很多种，但是我只是讲说，简单的讲，进化论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的。进化论它是根据所收集到的化石，对吧？然后推论说狼是对它哪来的？你这两个问题哦，都是在。历史上的比如说中间一隔就隔了几百万年才有这个东西出来，再隔几百万年造就你中间的通过平面，你把好几个点就要连成一条线就会变，所以进化论用的是论，不会是一个真理，是论的话就是第一害怕的是假设假说、哦、没有办法证实，它很容易推翻，就用纯粹的逻辑，就是说点不一定它有线，点可能是这样的，或者根本就断了、啊，你把它连那些不一定是对的，这是物理，也就基本是对的。那第二个，比如说后来，比如说氧化，哦，这物理性质怎么样？比如说有一个人把木乃伊提来说，这个木乃伊巧克力四千年、五千年，这是埃及的六千年，叫人家青苔公公，我都公公哦，你来说，我这几百年存在里头，它有一个叫做钴六十，不，这个，他们有那个放射性元素，以及照射碳十四有半衰期，按照那个来算推断这个东西的时间，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要是有机物有碳的成分在，有机物在外面推断东西根本没用，那是无机的不要有推测的话，因为你要看里面的碳，它里面的红微素体积，因为它每隔一段时间它会衰掉一半，哦，用这个来推时间。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DNA， 这就是我现在讲的。DNA 这个东西是最近发展出来的。DNA 是我举个例子，咱人在生不后代的时候，我们身上什么染色体被复制，哦，复制，啊，复制过程中会有误差，误差就产生突变，就有突变基因。所有从你这边生出来的后代，你只要这边突变一次，所有对你家子女、爷爷、叔叔、子孙、奶奶、后代，拢有同样的记号。哦，这个记号一直传下去，只要从你对立在吹认为一记号，科学证据你无得骗啊！就人讲查甫查某你甲相识，伊会来揪出来，知你是不是他孩子？无得骗，过去无得骗。讲无啊，结婚以前你甲你生啊，老干特别特别难生。无啊，即马 DNA 揪出来，我看他看我这囝都无生娃，揪过检查都知啊，明白？骗嘛，所以就是那个。有钱人不搞做这个代志，对吧？所以晋明峰，有钱人在外面乱来嘛，啊，你是生了一些他自己的孩子，把 DNA 揪出来，这样是不是你的孩子？赶快 ，DNA 这个检测在现在非常发达，用那个棉花棒，一张棉花棒，棉花喷给口腔的那边挂起来，在实验室两天不出两天，他就把你的基因的排序，然后照到几亿个、上亿个排序照出来，所以因为这样子，六成案例就要来。那国家地理杂志哈，国家地理苹果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，它里面做一个 project， 它叫做 Genographic Project。那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叫 Dr. Spencer， 他做一件事情，他讲过一句，哦，待会再讲。他就是全世界抽样，弄来多少 Q 滴，叫你棉花棒，我刚刮一下寄到他那边，一个好像1000块美金，
那现在目前为止，他做的样本空间是70万的样本，一直在增加中。70万就这一类，你做实验室里面几百个就不得了了，这都几万、70万，他是对全世界人类做错了。啊，他目的是什么？没行为怎样的人对都要来，收服地球上活的人对都要来，我想知道。结果他给他做出来，他整个图表都做出来，我也必有人做出来，你怎样的人对都要来。非洲啊，非洲啊，所有你今麦国外在世界上的人都可以追到同一个祖先，只有一个祖先哦，大家都从非洲来，那非洲来这种很爽，有的到欧洲，有的到北方哦，比如说西伯利亚从北方哦，苏俄啊、蒙古那个地方，有的人到印度哦，他走到西藏那边、上海哦，东南亚国家，他在台湾，然后对过来的。也是非洲，他来招南越人，他招印度南部，他过来招的越界火卫一个 M174， 但是 M174 是比较说，那差不多6万年前对非洲开始，差不多4、5万年前到印度，然后过来印尼、爪哇、印尼爪哇岛，他过来，一部分菲律宾、台湾，啊台湾只要一个，那个4万年前到台湾。哦，他过来的，日本，他到日本了，过行的韩国，啊，韩国北方不下来，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。他以所谓中原地区，就是好几种人到中原地区，唯物北方来，对吧？啊，唯物欧洲过来，啊，有的从西藏、新疆跟中亚地方过来，啊，唯物北方，印度上来，所以连中原地区的那些贵啊、长线的两个来对，所以谁是杂种？中国人是杂种，真正是杂种杂到好，而且才3万年前以内，2、3万年呀，伊是咱的威力威力啊！因为人是对咱家起，所以讲你数点万是白做下，因白做啊。咱若去拜中国人做咱的祖先，咱白做啊。咱的祖先伫即个土地已经生活4万年，这4万年内底，咱无甲外口接触，迄阵的航海技术无遐好。那是到最近几百年才开始，为什么？开始掠夺资源，他强的国家想讲资源无够，去共抢，啊，看台湾这岛，啊，拢是顶管拢多部落，部落形式啊 ，tribal 部落形式，啊，就被开始掠夺。所以一直不荷兰啊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日本啊、支那、中国拢来嘛，啊，咱一直多啊，这岛就已经西文，先换西文，所以咱即摆。多阿界多另外两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同一个祖先呢。那今麦我招一个我一起来归类，几万年之后才跟那边，因为他那边很多种人，就是社会一种文化上的强势，倒过来被来掠夺。所以你要搞清楚，那这些土地，你讲讲两种人，啊，国刷族跟北国族两种人。啊，你想讲我讲福建话，还是讲河洛话，还是比河洛人？不是，这是语言上这种概念。被汉化、被满化，被国中、被国少走过来，那你身上的血就是纯的，我跟人外界一样的，那是最近在开始，你唔想想讲，阿联一个毕业出身，对中国还是无人造出来，没有人从那边冒出来，冒出来是对回去而来，到不要人家结束，所以他们在后面是在那血液被科学证据没办法骗的，所以数典忘祖一下是赢了。伊袂记咱是印尼人对遮个，过去迄韩国人讲，伊本是中国人个祖先，中国人起个歹势，歹势啊！我讲这是事实，科学证据是啊。但是韩国人是对到起，是不起；啊，日本人对到起，对到起。最后来还有什么毛利人？毛利人叫纽西兰籍毛利人，不管了。现在台湾看咱个迄原住民博物馆，你看到内底一本家传宝，哎，啊，这哪讲哪买就行。里面就是也根本就是对咱家庭，因为他们身上的血，后来考古学家、人类学家可以研究，哎，这鬼那个咱呢，多少做了血，啊，都对家庭的东西嘛是，对家的后代造一些病嘛，语言啊、文化有些都传到那边去，所以我今麦讲 A 级证据一定传，支那人应该是杂种，对吧？我来讲，伊今麦讲有汉人，他们纯汉人，无，你把你的 DNA。定义出来 ，define 出来，讲这叫做汉人还是讲中国人的血统，定义不出来，定义不出来，
那反而咱即马科学证据讲，咱是 M1742的清清楚楚，咱的血统非常清楚。但是因为文化、宗教各方面改变嘛，过去也无做咩代志啊，那就是文化强势来啊，势改咧势势。但咱看看，咱即个海岛顶个咧势，什么势个？诶，我问一个简单问题：台湾较早的名叫啥？你母亲的名叫台湾了，但是不是的啊？古诶，唔叫，有人讲佛摩萨。啊我摸上我们新台湾南面，我改工为什么？一个自给自足的海岛是没有名字的，它的印第安人都叫印第安人，有啊，有你接触多了来电水团，你需要到提自己，你不跟外界接触的时候，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？不是莫名其妙啊？你就在这个上面，顶多是不同的部落互相取名字，你不会替整个海岛取一个名字，公共叫台湾，或者叫佛摩萨，多可怜，佛摩萨是葡萄牙人，难听。那是开始有外界人来救，啊，共有这块公检构思，有没有听过你的《冰霜漂流记》？哦，有哈啊，比如《冰霜漂流记》有解剖了，叫什么名啊？星期五对吧？对，帮你叫星期五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叫星期五？我啊，你在这构思啊，我就先讲个故事哈，我听个研究，《冰霜漂流记》我听的啊，好，就让我们在。他在哦，1751年的时候，我写写小说，北洋写写小说，欧洲的北洋写写小说，一条船啦哈，啊，别海里面塞，就遇到暴风雨，啊，就搁在别海岛上去修洞，哎呦嘛，在上面斗，啊，那些有些人唯一生存的都遭一斗顶管，啊，船顶管出的物件，漂，啊，起一个树屋，啊，就这样躲，躲超过一两个月了，哎，当地有屈原节。欧啦，哈，招来看伊，他一个跟他变成好朋友，啊，好朋友总是要叫个名字嘛。他讲，我礼拜五我拜五拄着你，啊，你又叫拜五好啦，对吧？你我礼拜五碰到你就叫礼拜五，啊，你个好名，哎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你知道奇怪在哪里？哎，我这欧人多加一几啊，加万年啊，你这别人形容走嘞，煞变作你搞我好名，不是我给你好。那叫做白人观点，你知道吗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对的吗？不对嘛，那边老早就有人住了嘛。那你就是白人观点，以我白人自己做观点去发现别人，啊，人家是你的祖先啊，这不是很好笑？你可以这样嘛？所以怎么会叫白星期五？应该是黑人跟我党旗对着立，立着就想，我敢想搞什么？随便你讲，对吧？是在你好啊，应该是安尼才对哦，不是白人。啊，印第安人不叫印第安人啊，那是白人较好啊。印第安不能就怪遐啊，连苏族什么族什么族族之间要争对方被修台啊，这边合作要有好名。赶快把台湾这些土地啊分地下面无名。咱台湾不能无名啊，这些所在无名啊，这些岛啊，啊，另外弄出个部落形式样的，咱的祖先啊，多少几百年、四万年啊，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因为开始跟外界接触的不一样，就哦，叫做佛摩萨很流行。过去在1920年以前，哈，那些国际上名字叫佛摩萨，啊，澎湖叫做 Pescador， 或者 Pescadores， 看葡萄牙语还是什么，哦，是这个名字。啊，但是这个名字很通用。好了，在该州改名，也是 San Francisco 来，这条约还没有叫台湾哦，为什么叫佛摩萨跟 Pescador？ 好了，在地球不要改，所以你不要太坚持这个名字。名字起来替自己取，啊，我感觉佛摩萨较好听，因为佛摩萨后边被加些人，个福尔摩沙岛上叫佛摩萨，对吧？啊，有个台湾 ese 对吧？就像越南 Japanese、Vietnamese， 啊，拢下边个 ese。啊，为什么 American 美国人叫 American， German 叫 German， 对吧 ？French 后边迄声较好听，啊，哪个落后个是 ese， 我就叫错了。所以咱叫做佛摩萨。韩国人就炸了父母这些 Korean 对吧？就炸这个 Australian 澳洲人 Australian 对吧 ？Vietnamese 啊 ，Hong Kong 然后 East， 哎，然后他带着说佛摩萨去拍片嘛，他带钱跟这个佛摩萨对吧？这个地方，哦，啊，讲到这個，我今嘛只是和你过去的原罪哦，还在中国人讲，哦，你数典忘祖啊，你不去拜祖先啊，你鬼做啦，搿一面，你让我讲。在那边啊，你跟咱无无关的，那是伊甲你教育，你说咱是伊做啥，你就会明白。哎，恁的人对阮遮去，啊，阮伫血统内底，
可以证明这一切。所以 Dr. Space 这个计划就是最优秀，不要攻击不为攻击。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written in our DNA。最伟大的人类故事是记载在我们的血液 DNA 里面。哎，我拿好笑，我拿记载报告，因为叫做科学证据，叫做 A 级的证据。A 级证据拿出来以后，你再编的历史故事都不丢到一边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对家来，啊，文化对起你搞问新办的，我们对当然不来谁，什么谁啊？外公，以前是爸爸叫做啊 Peter， 啊阿公叫 Peter， 啊爸爸叫 John， 我叫 Rock，Peter John Rock， 他们听啊是 Water 的话，就是 John Rock Water， 那是 God， 就是前面追两代的名字，都追的谁？那这个姓氏系统其实你去看台湾的所有部落姓氏都这样，部落姓氏的地方都是这样来取姓的，包括现在印度还是那边印第安一边那些，为什么？因为对三代的话，他们讲财产问题，财产继承的时候，啊你是下来给啊你，还有什么平均寿命有没有挂？不挂的，所以你只要追两代的财产就可以，啊也可以传下去，啊那才有这种姓氏系统，啊你调过来，你才林啊打那个睡在。为什么？他这个将军吼，因为我主角讲很多部落修台台来台去，他台里台里要赢的人，比如说我姓林，啊，虽然拢叫我姓啊，是这样子。你有那个姓氏型的，他搞回来讲，这个姓氏很好用，但是咱短期我们姓氏会，哦，一些男性装撒精子的，省得来撒出去。啊，你我姓林有姓林，结果你不是啊，你的血统告诉你不是，清清楚楚，对吧？哦，风流声，哦，我那电还没有来，我那特别主要的功能变化轻。OK， 风流声哈，我主要把你掏发出来，把你们怎么讲解放出来，从这个哈，从什么里面解放出来？我来讲，过去我先简单的过去了，处理处理，生存感，哦，那基本上讲解概念就是生存感、存在感。你这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是安怎怎样？你奈怎样的这人谁来的谁来？我还加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主持人是安怎怎样的这类人存在？好，回想老母嘛，妈妈嘛，对不对？我第一个出生之后会发生饿啊、哭啊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妈妈就可以喂奶，他就得到保住。所以当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，你就建立说我是谁，对吧？你透过另外一个人来确认自己，你没办法自己自我确认，对吧？你透过母亲给你起源，啊，所以给你小啊后来大了，你爸爸来给你拉，啊，其他的弟弟妹妹来给你拉，啊，你的建构的那个基础越来越多，哦，透过家人，然后 close family 亲戚啊，越来越多。所以小时候如果被照顾得好的人哦，他存在感很强，存在感很强是什么意思？他的自信心就强，自信心很强的狼性，对不对？他学习力就很强，一边干嘛？他学习力就很强，他学习力很强的小孩怎么样？那他就有竞争力，因为他学习到好的东西，他就有竞争力，他竞争力以后就会贡献给这个族群，对吧？回来贡献。啊，相反的，如果祖师爷一直没有被好好照顾。我举个例子，你那把头交给耗子叫，这里随便扔了，啊，那叫掉随便扔，唔惊着，是不是 ？Baby 会不会吓一跳？惊吓，我跟你讲吼，我 Baby 吼，我经常在幼儿园里面去帮忙，我都会办活动，啊，给他们带吃的，都会给他带游戏。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两个小朋友，耶多啊卡给他外找出来，都躲在桌子底下，我怎么回事？啊，好了，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对，受虐了。主持人一出席就叫领地了。他一等毕业多啊，他嘴变成家伙，但是他不希望你知道他在别家，他不希望知道，他说就当作我不存在的，非常低落。啊，这块两段都没有学习力，竞争力弱，以后变成社会的负担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是没有竞争力，啊，改完然后你怎么办？你看人受虐了，受虐了，但是台湾人你受虐了，你在建造你的自己的自信，我是台湾人，还是谁去背后？你在建构你的存在感，说我是台湾人，还打下去了。
当然啦，当然啦，你我都是受虐儿。我们在建构我们自己的存在感的时候，被人家否定。六平生出去，我尊公来义，北塞公老公公来义，就受虐儿。是啊，是，啊，受虐儿也就算了，更糟糕，并且他欺骗你啊，你叫中国人，又给你冠一个名字下去，也都拜哦。这不光是你讲不出自己的名字，更可能工地就是得过来。你也做些对下来哦，还你换哦，你整个方向是乱掉了。外公，什么人会做这种事？这讲不出来自己，还讲别人，有鬼啊，无形的，被鬼附身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举个例子，我再讲一个故事，我以前讲故事哦，他知道圣经上有个故事哦，你说出来叫做格拉森，格拉森是一个，提供天然石灰岩的地区。你在石灰岩弄汤，对吧？虽然滴滴滴，那个就困得到水，对吧？因为石灰岩洞，它就很多洞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这个洞很好用，这个洞拿来干嘛？当棺材，有冷气哦，火包包的，但那个每天都做点花茶，太辛苦了。所以久而久之，这个地方格拉森这个地方就变成天然的坟场，很多人吸掉都带一样。而且咱西洋这个人哦，我是那这样。啊，鬼也侪吼，啊鬼也侪呀，啊都有这种鬼附身的事情，啊多多见确实有一个人有鬼附身，啊既然吼，鬼附身这样都火不了来，对吧？应当啊三顿了了火不了，造啊鬼心拉萨鬼个头上灯热热嘞，给村子造来很大的麻烦，所以村子来这两群啊，啊这边喏，啊都有人就想讲，啊无用铁链那个来绑起，哦啊袂变个关，结果啊就重大的砰就灯灭。啊，这个人讲笑的，其实叫鬼附身的，就走转去坟场，迄个规工的照啊，走来走去啊，袂啊袂枵啊，袂嘛袂破病，足奇怪。啊，结果耶稣来了，哎，看到耶稣惊起，冲起来，讲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我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啊，你即马就来是安怎？即马叫我即马就下地狱啊！耶稣无甲伊解讲话，然后问一句话讲，你叫啥名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怎样去人讲的？你跟我讲，讲我叫群啊，就滚那滚啊，群啊，好可怕的名字，上面叫群的、啊，因为附在他身上鬼就这样。啊，伊讲解你，讲未出来，鬼替你回答，鬼替他回答鬼的名字。啊，耶稣没有讲什么话，从这个地方出来。啊，鬼啊，果不中啊，因为真理出来，鬼啊就炸了。啊，这鬼啊炸了，边上有差不多2000头猪。附在猪身上，啊，猪就全部冲到海里面淹死。哦，啊，这个人就恢复理智了，因为鬼跑掉了，啊，一个恢复理性，怎样改理想？啊，亚述的各人也杀回去，啊，恢复理性，尤其跟人家抢他笑什么？会议聊聊一下呢？你叫啥名啊？中国人，对吧？啊，哪一国人？中华民国。那个啊，牙齿啊，搞个联合国，这个鬼附身啊！你明明都不是这个人啊，而且呢，工地。另外一名啊，共产，啊，为什么？按工作方面，国立方这里鬼死掉的政权是不是鬼？细节尽管嘛，以及死掉政权，他、啊、离开他原来有的身体到另外地方去，不就是鬼吗？鬼啊，是不是已经没有身体？我辛苦啊，啊，早就把那个话说流浪了，啊，鬼嘛，灵魂嘛，鬼啊，啊，鬼啊，够扯人去附身嘛，啊，整个台湾街都正白嘛。我们战败在那个地方，哎，归根我们受虐待不起，那当然该算了。下面自己选自己当受虐儿，没有嘛？啊，为什么让你给我那些点滴？战败嘛，战败嘛。啊，逼过我今天来嘛，啊，就归尽管嘛，就死掉的政权附在你身上，你别叫你讲你是中国人，别你讲嘛。啊，结果现在就归尽管没造，为什么没造？吉利造反，法理出来了。法理就是说，这个问题不是你的地方，你是流亡政府，这个土地不是你的，因为其实也应该登给你管来的所在，对不对？登给南京嘛，那是你在这里的所在嘛，你来这里，那你应该在进屋弄武器修的这些所在嘛，你们是有国籍的哦，你来台湾这点人叫做中国籍哦，啊，这土地两款人尔嘛，本土台湾代志本地国的市民就是咱，啊，甲中支那人嘛，中国籍。我管你住偌久，你才生活偌久，迄无尊重，你的国家中国，中国就要回去了，回到你的母国去，对吧？
啊，无你过去啊，人人人做伙，啊，为什么谁想办法离家？我来讲，这流亡政府想啊，就地了，一等地都叫，如果我在那等地，所以想办法吃掉，留在这个地方。就地合法就是编一个假的历史、假的故事来讲，讲到你信不信？我是中国人，我对啊。所以你过去所有的教育都围绕在这样的主题来的，去听、去背、去考，考到咱这一群人考到拢变了。媒体也是这样，学校教育买了呢，结果怎么证明这一套系统是错的？你只要离开台湾就证明，因为你这题特别出题嘛，而且讲外国人来，你也特别修起来。很好证明，系统以外就可以证明这个系统有错误。你只要离开就错了。所以我以前留学嘛，我背1989我就出国留学。出国留学了看，那阵好，我出国留学还会建人受训。听讲你出去哦，你听到不一样声音，你听了就变。我们以前出去蛮规矩的，蛮变。因为你看到真正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，啊，没有出国人在嘛，情况这头是真的嘛，就你出去都是假的，所以很多留学生都不爱等来，啊，被等来一定有其他目的啊。啊，不对，一等来好看看，比如说流亡政府，伊一定出来等来难民，我靠，吃无头路，等来台湾一定有头路在吃，啊，佫马上升官发财，对不？我对伊身份跟咱无同款，伊是叫你阿家派你代理的人士，啊，即马佫较好势，归阿尽管甲你附身了，啊，即马精力发力出来，伊都在走，但是下性命我让你走一下，当医嘛，就是当医我有走。嘛，鬼啊！若做伊当机就卖啊，起当卖啊，起当无法度趁食嘛，噶不是？当机是靠鬼啊来趁食，对吧？所以过去靠着国民党政权在吃香喝辣的一点人，不要招。哪些人？国民党本土派嘛，民进党嘛，就靠国民党这政权在那维系，继续选举，继续拉。那你真的去相信、去投票，就继续存活下来。你这是个雄心啊！所以。民进党、国民党的本土派，这就是当机嘛。随着鬼起舞的混后台党，是讲家己支那人啊，是讲家己中国人，去相信伊套，对不？啊，恁即卖就爱怎？啊，这第一来恁叫用骗啊，恁里面知道恁叫出来。你不要以为讲你讲台币，你有去台湾，真济外国人啊，当买讲台币啊。真正伫咧流亡政府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嘛，就讲讲的比咱较老的，啊，台湾人反而在讲北京伊讲的就认得你，连都带变，教育给你扭曲、混乱你的身份认同，还是法理出来，但是讲起时间点，那实际上不是用语言来分辨你是什么人。回到日本时代，1945年，对吧？来自的户籍。我们在做那种申请身份证哦，啊，那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不符合你下人谁生下的，对吧？花钱我造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是证明你自己真正的身份，你台籍不对我姓名，这政治上身份，你血统是平民起士的后人，清清楚楚，对不？我再聊天了，现在知道了吗？啊，所以就不应该再继续支持民进党，因为民进党就是介有这群人，规个规官拢是人。欸，这叫让人对官呀！我过几个数，他在另外被他给影响。最近我其实大学教书了，啊，有些学生遭遇服贸抗议了，啊，人家那种刚比如我过几个数，之前刚才共同每天，我这故事稍微讲讲，我说你打过香肠了，大演讲、短演讲、大演讲，短讲弄一下哈，啊，就是你讲他们是什么东西嘛？今天卡带，欸，我感觉那个人就厉害。一台脚踏车后壁放一个，坐变音墙的物件，一个火炭在烧，啊边啊搁放一个弹珠台，哦，啊你若要食，伊讲无，阮无得卖，只在来弹，啊边啊弹上面有游戏规则，弹几分几条，对不？啊你若弹无迄个分数，拄着落差伫迄内底一条拢无，啊你就是白交钱，对不？别错吧，你有弹。啊，你，啊，伊个大哦，伊个红个花线吼，遐见伊个，所以香味吼，伫夜市内底也是讲，人伫看花戏阵，啊，就伫遐个个香味呾吹个，香个贪吃个拢会走，是吧？哦，还是想要食，才有通去食。啊，弹这啊，爱歌，啊，头家就爱歌，爱就足够个嘛，啊，计较到伊啊，就涂涂交50块钱、20块钱那种，搁动个，食袂着，动袂着，对吧？同款嘛，伊即摆国民党来是做就是
互你十年前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有几个人写过？你会使讲我大伯，我甲你避免，会使袂？袂使啊！写讲你自己去个，啊，你有造游戏件？你袂使你输了来讲啊！你这你要去阿爸做个啊？是讲啊！你这弹珠台不合法，我你有卖来算嘛？你一开始来算，你就跟着他游戏规则走，对吧？你袂使你输啊，你袂变啊，就甲伊避免，对吧？这是基本游戏的常识，要不然你就不要进赌场了。你自己了，人人家游戏规则你再难骗啊，再难过啊，赶快嘛！你台湾人，你只要去投票，就进入他的游戏规则里面，去选他的总统。就算你怎么讨厌你的总统，讲挂功啊、挂傲啊，像对你倒，你倒了，你就等于你支持他这个系统，你要进去玩他的游戏规则，除非怎么样，不要去玩。咱台湾年轻人下性命来讲，台湾人卖去算计有些，你自己就照应人家游戏规则算，啊，你规个卖。卖钱，家己要会吃，家己撇袂了。啊，相当于对人去算，啊，算了都搁去干，搁去干闹。无怪比我讲，你谁叫你要去投票？你要支持这个政党，这个政府的，家己骗去投票变支持啊。你讲这叫做民主啊？虽然他不是，但是你进去玩，活该倒霉。所以你卖钱起来就不要卖去倒。你无支持他这个联邦政府，本来就不能在当地成立选举啊。你选举来的两种人是选谁啊？是效忠谁了？我们的效忠对象都不一样，那你敢做会？不可能，人家说生命共同体，那在于跟我们生命共同体没有啊，生命不共同体啊，没办法共同啊。我敢管人，不同国籍的人效忠对象不一样。啊，你建白告别啊，我敢讲，台湾人做起来不丢脸，会以建白不承认自己战败，死要面子跟我战胜，你丢刚刚那个脸，啊，你战胜了，一起丢过来，后啊后啊，那就上平白去，不要当战败国。这个三代人就有机会，几乎他们才两。哎，我讲到这样，我讲再讲一个故事。以前我都讲结婚，人有存在感，对吧？会以部落嘛，部落跟部落之间一起修改，对吧？改来改去，我拿为了什么改？为了水资源杀来杀去，为了土地，对吧？啊，最近只有收灾，我来修改。啊，那怕你来一天，那个部落的人通常会做什么事情？把对方的砖砖踩掉掉，假公以过来给换，对不对？不能留活口，一个小孩子都不理，全部都杀到光了，跪底下那样，是不是？没有错啊、哦，富起来不对了，他们学聪明，啊，你搞不掉，我偷点钱去博啊，给叫那么难换，啊，海外都搞派人去换，这样不对吧？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，做什么？过去部落打赢的时候，战赢的时候做什么事？把对方酋长头砍下来，对吧？要过来，对吧？他来电长，就两天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首领已经被我杀，你看那过去代级不是电国的话，我美国把我们打败之后怎么样？天皇被选制，不是真的头砍掉，他被选制，他不能再管理国家事务。瞬间我们就被五马分尸嘛，对吧？日本的本岛 Okinawa 另外一块台湾基地，北方四岛都是切给了不同的人在占领嘛。好像一个大哥砍牙料，然后小弟你一地安尼啊，细算啊，你们有在 follow 我吗？有在跟着我啊？有对有了啊？啊，结果这个做酋长的人抬料做起来的，我安尼唔对，阿伯安尼啊，阿你较牛较巧的人抬料了，会跟我作对的我才杀，啊，剩那老弱妇孺就留在那边继续种田嘛，你知道？老弱妇孺不会跟我换，我劳力往你啊，但是你就是继续进走，因为要不然我就要派我自己人来做嘛，太累了，所以我只跟你提228就是这样子。台湾人的精英太搞的，太臃肿的弄来一台料料，他为难的招国外啊，对不？他老人人你我各位都是，我给他取个名字，叫做资源回收人，他借我资源回收的。本来被做粪扫的蛋条被抬掉，叫老板，老板在那继续进做，就像那隔壁有个城市叫做资源回收城市，你知道是什么？香港，啊、香港为什么是资源回收城市？英国总督来嘛，啊，你香港就努力的赚钱嘛，时间到他就抽水就拿走，拿回英国，就这么简单啊！啊，我只要把制度弄好，你就一直乱，游戏一直乱，我几个底细啊！所以香港人只会吃饭、睡觉、唱歌、跳舞、买东东啊，顺便让你摘。资源回收人的特性就是这样，他每一天只会负责吃饭、睡觉、唱歌、跳舞、买东东，
这有压力哦，你那会哦，吃饭、睡觉、唱歌、跳舞、买东东，啊、他资源回收人的脑袋是没有脑，他不会去思考我是谁，以后往哪里去，过去从哪里来，他不再管。所以中国敢修到这么一种，中国那个邓小平对去顶香港的光秃秃的，哇，虎照跳，马照跑，对不对？给你们五十年、一百年都不要变，你够最顶配了，对吧？他变解掉了。哦，他巧呀，黑心啊 ，TLC， 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还是哦，这是中国的地方，那、啊、你当然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啊，他跳老早的照料料对吧？有办法的香港人老早就移民到加拿大、到英国去了，到澳洲去了，大英国学其他国家都照到你，没有办法才能留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竞争力，你要做自由回收的，啊，继续还是，可是出去的也是自由回收的，所以基地囊不管到世界各地都可以被回收的。很好用，它没有国籍的效忠，这些人到哪里都是生产，负责生产而已。你了解吗？就基地囊是没有效忠对象，它只效忠自己的大豆，它有吃有穿不干，吃饭睡觉唱歌跳舞，懂吗？永远记得这个。啊，这些人没有脑的时候，他的脑是什么？有点闹，也闹起下面猛叫走，媒体做的，维特啊，他们的脑，他的思考是有媒体替他思考。所以这群资源回收人，他的记忆力有多少？记忆力 memory 他有多久？我讲媒体多久就多久。红中秋案炒一个月就是一个月。OK， 去说话的记一个月就一个月，黄色小鸭一个月就是一个月，就这样子啊，这就是他的记忆力啊。因为媒体没有报就不存在，听得懂哦？我讲得很深，那、啊、也很有趣。那、啊、你把它套在自己现实生活上，啪啪啪。这就是自由会说，那细格，那旁边人都是这样的，不管自己是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我的后代要做什么都不管，他只管我有可以吃饭、睡觉、唱歌、跳舞，懂吗？很喜欢唱歌跳舞哦，这点人都帮我看歌唱比赛啊，干什么？叫我臭爷啊！你要讲下面两个鬼，该清清楚楚，讲你是下面两个人。I don't care， 我其他感到他好喝的喝，像猪一样的又吃的，他打完就让变几分嘞？这种人为什么故意让人变这样子？安尼跑好惯，安尼跑好惯，对统治者来讲，下开的人拢比这个小好惯，没够惯啊！我只要让你吃得饱，有东西享受，可以去买东西就好了。啊，你不会管你自己是谁啊？我叫你是猪，你就是猪了。我讲我白讲，咱起码有钱了，有智囊，功力是低，看到没有？你脑力低一点，猪脑了，又不会去思考，也不管自己是怎么来的啊，你的祖先是谁，没有在管。那跟你姓下姓什么就姓什么，拜什么就拜什么。所以中国整个文化进来，它是强势的，它带着什么宗教、姓氏、语言、文化都进来了。改一改，背包说改多少之后，后代都改掉了。啊，你真的认同是这样子？傻呆啊！好在那个换力传，你给我钱，不管。所以，但你几乎出来跟我没有再跟你画一个大饼，说我们去追求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把历史上的文件事实。法律的文件可以最好一看啊，你用逻辑思考去判断，你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敬雄呀，我看我好靠外靠，会来这边的头脑都不简单，因为你会下判断，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，你下一个正确判断还有行动就可以。资源回收人不会管这些东西。哎，资源回收人会做什么？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占社会的绝大多数，90%以下。连 Vigo 啊，甚至于在美国这种已经算很 well developed 的国家，所有的民主制度，真正去决策影响全国在5%不到，那里面1%是精英，人家在做目前就是精英，因为听得懂法理，外面人不管法理，没有在管法理。我在讲一个故事，资源回收人，我待会再讲啊。哎，你们不会累哦，听我这样讲，还蛮有趣的。因为我讲的是有内容啊，你们让你们动动脑、啊。我都叫被朋友，我海外朋友一起的。哦，你这问题太大，不能讲。未来方面很简单嘛，就是日苏内战，我们回到这个地位。但我们还是回到北美军战，我待会再慢慢讲，你待会再重复再问我一次，我快结束的时候再重复。啊，我都叫被攻击哦，谢谢。台湾人哦，也喜欢过去这扭曲的历史啊，
以相信一坨了。咱这阵人除了要到化学社去救起，我甲讲，台湾吼，只要有这群人站起来，讲我是一来自本地国的市民，我不是中国人的时候，这才是保护台湾唯一的路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的身份确定，你国在北山对你有没有人爱？如果你是支那人的话，他就把你当支那人处理。但是我是讲，我是日本人为准，你就要按照战争法对我。按照战争法你搞歼灭，你别来叫你别问，你别再叫你做兵，你别再改我的语言，你别再搞改你那教育。外公，我讲这个，我还讲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叫做种族灭绝。最近哈，西班牙法院对于江泽民那个李某一点啊起诉，起诉光讲你种族屠杀。种族被搞灭绝，像比这种西藏人被搞灭绝，在西藏嘛，大量的中国派出去人，不要八百人、上亿一样，跟伊拉，知影无？黑叫种族，基本上种族灭绝没台人啊，他只要大量的人，伊拉就染成火焰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大家人过去老爸老母一代，还是阿公阿妈一代，大家讲，卖叫外省人，卖那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种族被给灭掉了，遐侪几几百万人走来走，要甲你拦啦。所以讲，他们其实是从很卑微的声音哦，从一个快被灭绝的，一个最卑微的需求，以迄个本能的需求，伊阿公唔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只知道说卖甲你拦，安尼尔。但是呢，这块垮就看得很清楚，就是种族的被灭掉，就是西藏你现在经历，所以西藏才有流亡政府，抓起点西藏属内朝西印度，而印度给他保护，有个兰沙拉，印度在后面谁懂？要继续传宗接代。外公，中国人真的很贱，贱到上面程度。你看，你表面上讲，哦，这个熊猫是要保育的动物，对吧？熊猫快要绝种了，对吧？哎，一对熊猫这样，为什么不对人这样子？你为什么要灭人的种？你也可以保护熊猫，很细苗条，生化，让它数量变恢复正常。为什么你对西藏人这样把它灭绝？很细苗条灭绝，太可恶了！赶快，你这支那人对待我蛮瘦的，赶快来。提性命中国人早就来染啊！今个尽量开放，要跟你混啊！外公哦，全世界人都可以去嫁，可以去娶，就偏偏没嫁给中国人。为什么？你可以去嫁非洲人啊，你可以去嫁北人啊，你也让嫁东南亚人、各国人啊，偏偏中国人没在给。为什么？我不是种族歧视哦，因为其他国家对于这一块台湾这块土地没有土地的野心啊，我压心啊，人家真的是爱你这个人，跟你结婚的。至于支那来的地方是被改成拉美啦，跟中国对西藏的态度是一样的。他只要相当的人数一来，哎呦，你得老北老不南接支那人，你会跟谁啊？文化上强势者，他加上语言又改改，会给对台湾人会啥呢？你只单只本是来讲日文的，日语是咱的国，是咱官方语言。啊，结果呢？一来就进来就跟你比赛讲吗？不能讲日文啊，不能讲母语啊，妈妈的话没在讲啊，给你管啊，只能讲 ID 啊。他已经把你的本来有的那个生存的基本功能，有部分都一个一个抽掉了，钱把你拿光，语言把你抽离，所以你过去的知识都不算知识，你都重新开始了。你从一个小就小学生上这里嘴啵啵啵，我咔嚓一个，熟知背弄点几棍头的，就这挂这些，哎，学位阿来登来了人都不算，我东大毕业，我跟你说。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的法律系统，你从头来。还讲台湾人含蛮讲话，那也是含蛮讲话。那是你叫我逼我讲北京语，我才含蛮讲话。人家讲台语讲一句，讲一句来辩论看看。所以咱台湾人去用截肢啊，那种手用刀心在人拍的。你的语言讲会出来，就是心在人拍。虽然人跟你修理，虽然跟你抬，虽然跟你骗。就可怜的呀，你就是这种凌迟啊、虐待啊、受虐啊，台湾人咧在凄惨，今麦阁唔知啊，还在去拜中国神、拜中国的物件，真的是吼、哦、可怜到有剩的，也是被人家卖掉替人家数钞票，这个台湾人。啊，阁黑心啊去保护，毕竟东西顶流行啊，黑心啊，中华民国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，他名叫台湾，蔡英文讲的啊，多可恶啊！啊，台湾人阁还相信伊讲是，是不是领导者下一代？笑死啊！台湾人传去西楼去了。哎，你看台湾独立什么？告诉你，台湾独立的时候，首先要打三场仗，哪三场？
浩杰，你要打败美国，为什么要打败美国？因为我要讲你啊，你是要对占领军宣战，你才可以离开。那第二位怕就怕几分，因为他是你的母国，你要去怕几分。那第三个又要保护台湾，那个中国家，你又要怕中国，台湾会人高兴，我高兴啊。他当然会变身哦，啊，各种族群融合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好好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吵？傻瓜，为什么傻瓜？你没有那个，裤带都没有几个钱，就把刮出去给我们家，你没有那个资格啦。你人数才不到几千万人，啊，一瓶贵啊亿，啊，你今天大方什么？给台风啊，啊，都不要，我不争气啊，那个钱给。很快你就不见了，被人家玩掉了。就台湾人，然后又站在另外的立场，什么立场 ？ME74 的后代，为了保护我们的界，我们的人种不要在世界上消失，不要让我们 ME74 在世界上消失，应该黑心来保护那些后代。他唯一的方法是登记他国民的国家，登记台籍部对口，这是我们合法的身份，台籍部长也不会保护。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，进来移民的不到20万人，不像德国人雇了800万进来。今晚海信的国际新开放，你要知道这个情况严重性哦。所以这样给这些偏偏不到的话，那你要知道这是生存的战争，生存的。好不，以后台湾人如果没有认同的对象，就凄惨，真的会很惨，就消失掉了。你有没有台湾人呢？那没有台湾人什么呢？中国就很容易就把你吃掉，因为你不认同权益嘛。哦，了解吗？我讲到这，我们退休，你们需要休息吗？故事一直讲完，故事讲不完。OK， 啊，那四周围的恋爱脑，我们攻击不回哦。啊，徐老师，那，啊，我都不会管这么复杂的事情。反正我现在住地堡啊，我开兰博基尼啊，我开布加迪跑车啊。这样子就很快乐啊！阿里巴巴公司会赚钱，快乐哦！这些人在做什么？我换一个方式来讲啊。我问你哦，有的人说哦，我这一辈子追求就是自由性很快乐。我这辈子追求的目标就是自由性很快乐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很多人都点头哦。哎，这个做一下调查，认为说我这辈子就追求自由性很快乐。不要客气，不要怕，放下来。错了，我还够错在哪里？你要讲原因。阿公，如果一个医生 ，OK 哈，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，不是你应该主要追求的目标，它是副产品，伴随而来。我举个例子，一个医生哈，我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，你敢不敢花？不敢啊！哦，你的最主要原则是赚钱呢，他明明开抗冷盖的时候，要抗吸油盖呢。对不对？这么刚好，对。但是如果医生说，我以提供给我的病人最好的服务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得还价，对吧？还价就这样。哦，这就搞名医一定来看，因为人很多的患者，所以他赚很多钱，合不合理？顺序对嘛？因为他目标设对嘛？接下去叫做副产品，伴随而来是钱嘛？是名誉嘛？是地位嘛？啊，你要倒过来是追求名誉地位，就看哪？他会做什么事情？会不择手段嘛？这就是台湾人的问题嘛？我们会不择手段探极，啊，极其练习就用不择手段，所以什么？塑化剂有来啊，取代塑化剂人家有来啊。反正今天我们要背出去，你背多一点，大家背个背就探极，我管他的底细，就台湾人啊，只管这个东西有没有用，不管这个东西来的途径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说自由行不快乐，我看看哦，你规日嗑药啊，给。你去嗑药啊，就很爽啊，马上很乖快乐啊，快活似神，每天嗑啊，嗑到死为止，每天都很快乐的死，干嘛喝？不是这样子嘛？叫副产品，副产品是什么？比如说有个女生，我看到这男生好像可以有幸福，自由幸福快乐，我就嫁给他。那嫁完以后发现，哎，这个不太行，再换一个。而且嫁给他又不行，再换一个，那个对，不是没。这两个人因为爱结合在一起，我为了建立这样好的家庭。所以我付出代价，两个人胼手之足努力一起建构这个家庭，然后爸爸做爸爸该做的事情，妈妈好好的做她的该做的事情，啊，小孩子好好念书，啊，大家回家的时候，妈妈煮饭丰盛的晚餐，大家坐在桌子前面一起享用晚餐，享受自由、幸福、快乐的感觉，那对吧？哈，你知道吗？当大原则追求目标对的时候，接下去后续伴随而来就是好的事
讲到其他也是啊，对性啊，年轻人不是很喜欢 sex 嘛，被过分的夸张，被美女过分夸张，以至于这个变目标了，没有好的性行为就不能结婚，就没有结婚的理由，不对吧？你主要目的是那个嘛，性是伴随了一点部分嘛，你主从关系上对先后顺序，那有人说先有性行为再试不会结婚，不对嘛？性这件事情是在婚姻的里面去享受的，不是在婚姻以外去享受的。很多人反对了，快弄吧，不能乱混乱掉。你这个先后顺序乱掉，那原来就乱，就没有所谓的原则了。啊，你活的是就是自由回收人，最后是去享受感官肉体的刺激去追求。啊，不管事情对错，就跟台湾人今天真理经历跟你共同台湾人的身份是什么，他也不 care 了。所以为什么要坚持讲法理？就是大自然有一个原则，叫做法则 ，Ordo，Ordo。大自然有个法则，所有人类的法律必须要遵循大自然法则去顺应它，你不能违背大自然法则。我举个例子，放大自然的法则是放出四海皆准的法则，你不能说，比如说地心引力、万有引力，反正两个物件里面产生引力，但是人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地心引力，会出问题啊！你处境在提，没有考虑到这个，没有，所以人要。符合的嘛？那大自然有什么其他原则？有男有女，所以你有法律里面就要考虑有男有女有别这件事情，你不可以把男女跟揽作为共嘛，对不对？大自然里面说人有公平的观念，所以你在设计人类的法律的时候，你考虑到公平这件事情。因为人类大自然里面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有是非对错的观念，所以我们法律才会建构所谓的是非对错，要不然你根据什么定这个标准？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你凭什么说这个是对的？这样的事情是错的，是不是在放出四海皆准？对啊，所有的人类对对错都居然有一样的观念，很奇怪耶，很奇怪。所有的人类对公平都有一样的观念，而且不用受过教育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不公平，很奇怪哈。所以人类法律的制定，它的基 mother law， 人家说宪法不对，宪法的基础是什么？人类的道德那个的基础有什么？就大自然的法则。人类被创作了，就有叫 presupposition， 就 preset 一个逻辑在里面存在。你任何做的，所以为什么你让你公换地，你当这么派这么凶的原因？为什么说谎话给他骗你都来造的原因？你甚至于不用跟他打架呢，你把道理真理拿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走呢，就这么简单呢，没跟他换那灰呢。你两个真理跟假的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结束了呢，不用打了呢。就跟鬼碰到耶稣一样，就跑掉了呢。黑心没造孽，因为真理出来了嘛。虽然基本上重点是你有没有抓到这个法理上的真理，这个抓到的时候，比下面那派连 legal 这么强大的国家也得乖乖听这个法理的话。我讲道理啊，我们的民进户在规定两个在做上面搞代替，没有，我们在讲一个理而已。所以我们花力气放在你身上，不然讲啊，你这两你当没钱。有没有台湾人最喜欢讲的？他没钱，对吧？啊、看样子不像，他为了素人就要起来，又要执政，刚好磕脸。外公就是有可能，为什么？你在法理上站住脚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跟你讲啊、哦，评估一个团体会成功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立场，我们的决战点不是在操作面，我们不是从下而上的组织，我们从上而下的组织。什么叫从下而上？其实贵体里面可以给你改，叫做从下而上的组织。从下而上的是什么？人民要给你选举，那其实民干没给你集齐，集齐也不重要。抱歉，我们叫做美国军政府下的民政府，我们是按照军事，我不会讲太深。我们是按照军事政府下命令成立战争法它成立的民政府，它是有命令的来源。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参议员、众议员那些人，其实要搞清楚一件事情：谁最大？我过去问他们，说人民最大，错了，不是人民最大。我们上面是老板，就美国军政府下命令你就执行，所以他这么轻松啊？如果人民是你的主人的话，开心了。其实你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就完蛋了。他们就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的后代。所以我们现在执行美国军政府的命令，所以才没有这么大压力。所以我去再共同，我们共同国家企业来讲，也许你自己没有这个好命，所以再说后面啊，希
听到会有反应，就知道对的路走上去，所以执行。接下去你就要上高级班，然后再来就参与，就是点招，职务点招位，就是到时候就把你派你出去啊。你头脑清楚之后，你讲话要这样子清清楚楚的，逻辑要清清楚楚的，对吧？我讲话逻辑清清楚楚啊，你们听得懂吗？我知道在讲什么，因为在讲法理啊，是放出四海皆准的道理啊，听了就轻松的嘛，也不要费力，也不用皱眉头啊。听我的话是越来越开朗。上完我们的课的人把这个给你，很奇怪，突然看见世界上的事情怎么那么清楚？他过去懵懵懵，但是他感情告别吧，那安内，一天到晚在那烦恼，每天在那边心里不准，然后就去卡拉 OK 唱歌跳舞买光光，又来资源回收人，我觉得呀，就可怜了。那你现在把你清楚就 above 一样，在所有众人之上，你头脑就清楚，会给别人添三回了。那你头脑清楚，你头脑清楚就是挑战他，挑战他的统治，了解了？而且头脑清楚，不然大家都惊你啦，对不对？连警察也不敢随便吵。那天我的车子是有个车牌的，我开在路上就有警察给我敲窗户，我管用，总是有警察给我敲窗户，我好高兴，赶快窗户摇下来跟他对话，他解释什么是台湾民众，开始就我们抢来一些，是吧？我说美国军政府下来，台湾军政府的车牌，哦，知道了，那不是赛照啊。其实我挂这车牌的，我们到领导就反对，爸爸那样那样，就明显的呢，就奇怪呢。他说干嘛不赶快呢？哦，对的事情啊，不用怕，我们是等人家宣传的。他叫人跨国呗，你知道跨国在下面停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我这车牌跑到车行里面哦，我说你怕我撞上去了？徐老师，你那刚好。他出去用料，我别了别了，你搞什么名的？啊，请叫我晒出去，晒一个波用料。你说啊，那是因为你有挂白牌的关系啊，你有挂白牌，阿兰姐姐白牌，青菜你另外挂墙面上，我讲安尼，结果我车去人家修理几工哦，隔壁笑脸人，哦，就请，哇，这个好炫哦，我来做一个车牌，啊，做一个咖啡色，啊，青菜应该没下，不要倒脸，出去骂墙用，傻瓜。真的是傻瓜，真的啊！因为我车牌放停在他那个修车厂外面，大家看得很醒目，什么红牌、白牌一起挂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也想无法炮制，因为他自己从这个错误的观念里面，他想不通哦，他自己编一套逻辑，把它合理化，合理化以后会去应用在他的生活上的课程，了解吗？所以台湾人要把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件事情合理化，他就出去课程。你知道？哦，中华民国是真的存在哦。他今天给他提出去叫我推掉，叫他不干嘛？哇，你这没有尊重我们的人权，没有尊重我们发声的权利，对吧？你一点下去联合国，我是低啊，想让下面来承认。大家都有理智的人，只有台湾这样没有理智嘛。他从没有理智里面推出个逻辑出来。讲到这个，我讲一些笑话，反正，他才有病人哦，他到医院里面去看病，他有个问题，他明明是活的人，活癌啊，结果有干嘛一起死，他觉得他自己死掉了，他所以就在找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说你是活的啊，你这样不是跟我讲吗？没有，我已经死了。那最后他们吵了老半天，最后大家都得到一个同样的结论，什么结论？他们两个人同好不容易同意同一件事情，就是死人不会流血。你知道死人不会流血吗？还是你们认为死人会流血？你知道为什么不会流血吗？因为你心脏你有病，你能够胖回出来，所以你只要敢插个银会没流出来，因为没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死人不会流血。啊，这个、心理有问题的人就说：“好，我同意。”那医生就要做实验给他证明他没有死啊，他就拿针给他戳在那个手指头，他当然血就流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医生就要得出结论啊，因为一开始我们也同意同样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执行这个任务，最后得出来结果是你流血。那医生照医生的逻辑就是，那你就是活人啊，可以过去两公讲，哦，原来死人也会流血啊，知道这个逻辑上的趣味吗？原来死人也会流，他推翻的是另外一个部分，有趣哈，这个是 smart joke。
聪明的小孩，他搞年轻人的经常就是这样，在你跟外面人讲的时候，他会编出一些道理，要圆他现在说的习惯。包括我们的军队，一个一个在取消单位，对不对？也不用当兵，啊，不同的单位，海军陆战队撤除，宪兵走司令部撤除，什么撤除？啊，然后呢，不同的，台花莲，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宜兰县政府的对面，对不对？我们三重办公室及派出所的对面，对吧？啊，这都已经摆在前面的情况了，当然都化我，他就说，哎，这是言论自由，还是有？没有言论自由可以容许说我要把你这个国家赶走，没有言论自由说可以成立黑警部队，欧言部队，没有言论自由说可以挂不同车牌，我一挂挂牌，最近不是在台中用两年一天堂，你都给你做车牌啊，他经常都来了个拖照啊，对吧？关台你第二边过去嘛，用两照啊，啊，台湾民进党这些所有人像不用处理，没有，已经三年了，很多年了，我早期我毕业了。现在是人很多嘞，我以前没有几个人的时候，大家那时候知道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这是对的，就去做。但是等等我先来，不知道对的事情就要去做。我突然在讲一个，我刚才讲说，资源回收人，店员来了，哦，太好了，我要给你们看好看的东西，很爽。来，我先休息十分钟，然后大家回到这边，我有很好看的图片跟影片给你们看，交过来，要记得十分钟准时回来。Thank you.